OK， 今天是2022年的9月，1号，我刚刚进行了我的在首演之前的最后一场上台带妆正式的连排，感觉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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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激动。我刚刚由于太紧张，我说成了9月1号，然后我们的制片人李恒就过来拍拍哥哥，9月1号是多少号呀？然后我们正式今天12月1号，明天12月2号，我们就要上台见观众了。OK， 跟随我的镜头去看一看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机会。好，继续加油，明天就要见观众了。然后作为我们的总制片人和艾伦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已经刚刚已经激动的跳起来了。真的是太差了。真的好，真好，真好，我可以给他100%的信心。加油，加油！让我们看看其他弟妹们在干什么。潇潇，然后在最后一次正式的连排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咋凑合演呗，那下台咋的？凑合演啊？没有，确定要过不去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这你都趁着我这拆头发头套就来拍了，这还咋不能过去呢？这不是八角章鱼吗？有没有信心明天？有，必须有信心。而且你不要有负担，这是美颜的哦。Hello， 立冬。Hello， 今天晚上是你们上台前的一次正式。是的，然后我们后天要首演了，3号下午。嗯，有要说的？希望很多很多很多人会过来看我们的戏面，特别精彩，我们的卡子真的绝了，宝宝，绝了，宝宝，不是，你希望很多人没有优先评票，没票，没票，没票了，网上买不着票了，希望能加长，对吧？希望加长，能不能加长？我就要问咱们的啊，制片人，哎，丁丁，虽然你化了一半妆，但是我还是要拍你，因为你本来就很漂亮。今天晚上你要一个连麦，正式的连麦，你是哪天生？我们见过面。我跟你一天，咱们就首场，首场，明天首场，压力很大，但是呢是好的压力，因为一台都是超级优秀的演员，我们就看怎么能把这个场子也炸起来。我这个镜头里头，你压力没拍出来，你嘴倒是挺大的。不敢，大姐，你是完全素颜？我是完全素颜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我是代表我们全家，是于老师的。你也是我们爱的红的。哎，不是把他拍的好看啊。就是我是于毅老师的粉丝，我代表我爸，代表我妈，代表我们全家，向于毅老师致以最崇高的致敬。真的，太难了。你是故意来给我对比一下？人家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安静演出，是不是？我晚上演，我为什么要安静？我晚上演，而且我明天还跟你一起演。我知道，拆开了。你做一个比拼，我做一个，咱俩在组里的比拼。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精神都很正常，非常正常。Hello， 于老师。小甜甜，小甜甜，小甜甜，你们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就是你是运动员吗？为什么我是运动员？因为你每次跑那个跑下去的时候，都快把威尔逼死了。你跑的速度奇怪。对。跑过威尔夫了。你是一个看似身体很娇小，但是非常有力量感的女生。好的。我每次都是绕着你走的。我努力跑慢一点，好吗？加油！然后希望大家能来看我们。你演什么呢？我演瓦伦蒂娜。OK， 瓦伦蒂娜。拜拜。上戏战队，哎，正好我们明天都是梅赛台斯、爱的猫，我想都是上戏。正好今天是我们学校生日，77周年生日，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学校最好的礼物，一定加油，一定加油。今天下午有听吗？今天下午刚来，刚来啊，刚来的。OK，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生辰，然后一切阿制片给我们都配备的最好，所以明天我们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没问题。OK， 不说你们了，好好化妆，一切成功。谢谢哥哥，来了，这是一个 vlog。我给你们起了这个化妆间一个名字，嗯，韩思栋，叫嗷嚎三人组。嗷嚎什么？这是我们在演出之前天天嗷嚎，对，一直嗷嚎。
的，我们金少刚老师 YYDS、啊、我们的谢谢谢谢所有的就是我们的舞台老师，大家大家辛苦了，就有一个舞台不是我们就是不是我们演歌者的就是成就，是所有人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，欢迎大家来看戏，耶、yeah, 下班 Hello 这是一个 vlog 啊、uh-huh. 然后明天我们就演出了哈，上台了，对，然后说两句吧，这个经过这么多天的彩排合成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戏会非常好，而且现在这个无论是演员哈、啊，我是准备好了，然后现在技术部门呢，我们的经验也来了，然后任哥也来了，所以呢现在都在做一些很多的细调，然后音响和灯光都在细修，所以明天我觉得整个呈现会非常非常的霸气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加油！我要说两句吗？啊。哎，在这个，哎呀哎呀，我的脸已经够大了，哥，这样我就可能只能放下一个鼻子了。请别有点，我稍微说一点，不是这样啊，我大家，哈哈，因为脸太大了。你是在舞台上第一个出声的人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什么美好祝愿？所以我真的压力特别大啊，虽然明天我不演，第一个出声的应该是便便，在这个努力上是真的不知道。大叔哥，不是大哥，还有旁边刚才说话的说谁呢？我首先在这个组真的很幸福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会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，整个剧组也会呈现最好的一面，相信这一定是啊，我刚开始说的，还要说一句老师，就是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爱上这个剧组。OK， 加油！台上见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一切顺利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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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不被舞者抢了焦点，我们在怎么都这样的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晚上一定顺利，顺利顺利顺利。今年12月1日，我一直在说9月1日，12月1日是我们上台前最后一次正式的带妆联排，然后何方的导演也在，然后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辗转，然后上台之前说两句吧。我现在正在特别特别的。要把自己的装备、自己的这个服装衣服要准备好。嗯。然后我亲爱的一哥拿着这个摄像机来拍我，然后就特别的、特别的开心、特别的期待、特别的希望这次能把我们基督山伯爵给他演得好好的，然后把这个我们用心一直很艰难的这个排练的过程、这个旅程。然后交一次满意的答卷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齐心协力，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团队啊，在我们的阿团长的这个带领下，然后我们要齐心协力，然后把这场演出给他弄得精彩漂亮。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你叶永美吗？为啥？因为这个现在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一个顶光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光源的情况下，你在这里面真的很帅。OK 吗？那我得这样一下，我得学一下我的亲爱的一哥，对，我亲爱的一哥，对，马上。OK， 加油，加油！这是我们的杂技的弟弟，杂技弟弟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为什么要害怕？他是一个害羞的孩子，但是他翻得特别漂亮。其实每做一个戏，都面临一个该怎么去选择，有时候何去何从，对，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但是真的，我说基督山伯爵，通过我们所有的人的努力，通过不管制片组还是我们的所有的演员、演职人员努力，一定会走向舞台的。这就是通向舞台的上场口。我们走，沿着路线坚定着走。坚定着走，坚定着走，一定会。